很多的朋友们在吃完东西之后哦，没有立刻的话，就是可以很方便刷牙的时候，或者是手边没有所谓的这个漱口水的时候，只要来两粒 extra 就可以中和口中的这个酸性，让大家可以减少蛀牙的几率哦。中间。好，谢谢我们中间加油的动作，我们要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6号，在各大通路哦，我们只要购买一包 extra 的这个口香糖，我们就帮您捐出1元，能够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要保持笑容哦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重拾笑容行动哦，好不好？谢，麻烦右手边再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，来右手边，好，请你临时长的旁边再一次哦，谢谢。好，还有左手边的下方也再帮我们看一下，谢谢，再次谢谢 Vivian， 也谢谢陈主任，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，谢谢蔡理事长，谢谢李理事长，我们邀请四位贵宾，我们先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请陈琳中间请，那也 OK 好不好哦？我们第一个表情呢，当然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没有重视口腔健康保健，会牙痛，所以第一个要是牙痛的感觉，牙痛就会先腿软哦。对，我们有美美的牙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好恶哦！你刚刚做了什么？好，就是牙痛之后可能会肿起来的感觉哦。好。再来呢，我们还要换另外一个，就是告诉大家，牙痛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代表你口腔健康保健做得不好啦。那拿2粒就好啊，不要拿一盘。来，饭后只要2粒 extra 呢，可以中和口中的酸性物质，可以减少哦我们在这个蛀牙的这个发生率。好，请陈琳，我们从你的右手边开始哦。所以欢迎大家，我们就拍了3张照片，然后你可以贴给你3位好朋友，然后放在你的脸书的涂鸦墙上，但是要帮我们注明一下哦，不是在装可爱哟，我们是要一起来响应这一次 extra 推出的重拾笑容行动的这一次的计划。好，正前方。好，当然也希望大家用最大声的方式跟最努力的这个宣传，让我们这次的活动，对，也拿着好一起告诉大家，我们这次的活动正式起跑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6号，只要购买一包 extra 口香糖，我们就捐出1元，一起来帮助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重拾他们的健康自信笑容，让他们更能够和城市地区的小朋友们一样，都能够拥有很完整的这一，就像刚刚Vivian 还有陈主任还有陈琳跟大家分享的，口腔健康保健真的很重要，不单单是在这个笑容上面可以展现自信，可以展现快乐的感觉，重点是健康，从口腔健康做起，在这个营养的吸收上面哦，能够让小朋友们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不会有这样更多的后顾之忧，也希望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哦，来正中间，右手边，好，左手边下方，谢谢，也要再次谢谢 extra 的爱牙大使杨丞琳，也谢谢现场的所有的贵宾。孩子休息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我们这个 logo 牌，再请丞琳单拍一下。我们等到在台上拍结束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先进行电子媒体朋友们的访问。那在电子媒体朋友们的访问结束完之后呢，会请陈琳一下到这次我们活动的展示区哦，快点，牙痛一下。就会直接在展示区那边进行平面媒体的访问哦。陈琳露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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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右手边。露腰。好，正中间再帮我们看一下哦。右边。中间再一张。右手边。来个牙痛啾咪吧。牙痛还要啾咪，这样好累哦。牙痛都有要看医生的，还牙痛还要啾咪。好，左手边下方。陈怡露一下腰，露一下腰，露一下腰。露一下腰。对对对。我们这次是重拾健康笑容哈。他左右两边也微笑。好，
谢谢今天现场的闺蜜，也谢谢爱牙大师。